制好水温，装入瓶子。这一罐就是过去台式洗头的重要元素。帮你做洗发的部分哦。在头皮搓揉起泡，一边加水。基本上会用稍微温凉的部分。冬天会用比较热一点，对不对？也不用担心洗发水冷冰冰，因为坐洗还有这服务。因为以前的洗发会比较会用刷的，对啊，对，然后就会比较粗鲁性一点点。手进非同小可的穴道按摩，让身体马上热起来。冲洗后，最后用卷梳吹造型，这就是70-80年代最红的法拉头。台式坐洗超夯，是不少外国观光客指定要体验的项目，但现在台湾沙龙界却是吹起越南风，从洗脚、洗脸，还会修眉、挽面、掏耳朵。有舒服吗？嗯，很舒服。全程只要躺着，根本是为懒人量身打造的服务。甚至枕头一搬开就能洗头，洗着洗着还有超舒服按摩。就用毛巾拉一拉活络筋骨，90分钟的全身服务只要1500元。我们是用躺的，用平躺的，然后我们洗头还帮你洗脸，然后按肩颈，按摩很多，帮客人服务一条龙的，当皇帝享受。除了复古风的台式粤式洗头外，北市东区也兴起走雅痞路线的酒吧沙龙，能吃能小酌，还能边做造型。无论是传统洗发，还是结合多元服务，发廊各出奇招，要抢这块洗发大饼。三立郑祥、王嘉恒，台北采访报道。